果喜欢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逐日通知，点点置顶水晶屋底下上方的爱心关注一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先看看我的黑板。第一首歌《霓虹一面》，第二首歌《回来了》，第三首歌《糖果》，扣前面的序号。我累不累？其实我还想说挺累的。第一首歌《霓虹一面》，第二首歌《回来了》，第三首歌《糖果》，扣前面的序号。然后截屏最后一个机票，你选的那一个。第一首歌《霓虹一面》，第二首歌《回来了》，第三首歌《糖果》，扣前面序号，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走你。第三首歌啊，糖果。第三首歌糖果，恭喜刚。